鸡没啊？这大家做，大家有弄这种规矩鸡腿来做，外口一个鸡皮。这当个你用四炸锅上，我是必油出来200粒，4条、6条，我讲7条卖200，新鸡只8条、9条、10条，还有两个啊？卖200。两包、哦，3条、5条、6条、7条，新鸡只拢搁加3条，免300几啊，我200块。好，请来。来4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，来10条，你200。两包够没来不？两包，还有人要鸡腿卷吗？那有啊，妈靠，咱们要一包要试吃看卖不？一包，试吃看卖。有啊哈，一包咱们试吃不？还只鸡啊？够咱们一包试吃，你买袂过是要一包吃看卖，这做好吃啊，我袂敢来。够咱们一包的不？你唔都是现场，还跟你同款的，我讲啊，讲啊，啊，管哪遐嘞？管哪？你看有要爸爸搁玩，来叫你带我。管哪袂好玩？有啦，好啦，100个有要下来无？买只分担装。这个鸡腿够100。白猪啊。有啊。很多啊，大条啊，三米更。伊是叫肉更，这是鸡腿更，这比的好食，超100倍。这比的好食100倍，这鸡腿更上好食啊！上鸡腿更要第一条。2条、4条、6条、8条、10条、12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，这30条够你吃了无？我包你咯，450。你真正无动，你真正想做30条动，迄个他个妈呀！你那边来这个，你个肌肉包，我那解决了，可以，你那边躺着。鸡肉薄片你要吃啊？这是包10条加鸡嘛？一条你也准六十，10条600，卖600，300，200了。200，还600。最后两个人加200，鸡肉薄片。来这一包。红龟最好啊，红龟最应该就红龟。那最后这包200上面啊？200。鸡肉薄片。你若要200片，这包要买啦，100块就好啦，卖个6、7包啦，好不好？对吧？100块啊，我买个6、7包啊。暴力，卖勉强。老伯，兄弟，老伯，我是卖百五的。来呀，百五的，爸爸够完上几钱哦？爸爸够完，来，爸爸够完，爸爸够完，你几包？最后这爸爸够完一包上咩啊？一包。爸爸够完最后就一包上咩啊？爸爸够完。一包这几分啊？100块俩，剩一包。来吃。来，刚刚你用我了。来，我这个黄鱼来接落去啊。来，你后边够冰。有。冰我。是是。啥？黄油有啷么吃无？鸡啊冰冰的，冻冻。鸡啊冰冰的。嗯。爽啊！多少钱一个？5肉啊，对了，一个一桶的。有啊。你开了我的无？开一个箱子给我。箱子够平价的。来，我好用。分家了，不听了。金毛30多，60多，好啊！你鸡啊存13箱才同好啊。那你有啷么吃黄鱼无？不水无？我今仔抓这个特大个来啦，你若要吃，卖1000啊，8包面啊，5包我。5包。即摆我送你啦。即摆我给你。先给钱，即摆过来啦，4包给你啊，5包上面啊。5包。黄鱼若要吃，黄鱼。到细卡，你到我这啊。黄鱼若要吃无？4包哦，这大包哦，即摆无未，搁送你。500人。500。哇，你做这个，500块。黄鱼，500了啦！来个5块，我5秒化了，无价钱就是收白条，无赚啦。5秒，对啊，我从头到尾真正不是安尼卖哦，你去看直播，你看先看啊，我哪卖哦？买是哦，现捞不爱留了，现捞不爱留哦。你啊，这个黄鱼卖一尾金条，真正用笑死你。那这班的黄鱼一尾袂见到，伊遐用旧死鱼啊！翕单，伊会吗？哦，这边个，看看伊几钱啊？伊几钱啊？反正咧，算了，真有够。有一个，有啊，啊，有，我这两个都。对。是哦，今天我们成功啊！一直飞，一直飞，刚刚我咧注意啊。好啊，你做啥物无？那无我今天不能。
你有在那扫无啦？是啊。扫得啊？来这个。来这个去世的师傅，你老要吃四百块了。这几人来，我问我这只够吃。去世丝木鱼，新北节四百，这边都四百节啊，四百的。过来要吃迄个去世丝木鱼无？这只一斤啊，够的啊。这鬼要去世啊？过来要来无四百？来四百哦。然后我去煎，装锅起来，要不要？你就点做，哈、嗯，是，两位拢要就点做，我好点做。来点做要吃五包拢无啊？五包头前啊。拢吃客气了，这 X 色咯，一支翅拢无个。来，这条过来，这条过来，多啊，这个客气哩，五百呢，五百啊，多贵啊？你要不要五百啊？四百啊？三百了啦，没有了啦。加啊。那是吧？来，我来讲啊。有一台回家就好啦，咁惨。谢谢。来啊，这盘恁叫来啦，几个人客拢无要紧啦，先叫钱的先名叫起来，二十块三百客，咱就来二十啊。你若一个人客客二十，我这全部你叫你二十啊，三百来二十啊。这一份两份。二十啊，几个人无要紧，就二十拢客，等下水包水拢等我要休困啦。你要不要带我老婆啊？我忝嘛，你知无？二十块。是。不啦啦啦。来四个。多少你几个？你十块上面来了，还有三个啊？是啊，七个啊，才包七个才卖百四块啊。七个，那只要不要浪费，只有十股吧，手表就麻烦，你讲直接我来股票看嘛。伊来退了，我见侬退了。恁个冇十股超好食。这哪没关系？来十股吧，我十股吧。我个超冇见啊！你啊，直接冇会弄漏晒啊，听起来。你啊，浪费车啊！食食无咩好捞晒哦，你若好食无咩捞晒哦，你若食感觉无好食无咩，我就把你煮回来好啦吼，系啊。不要搞，不要，不要，没有没有。至少以后我做八点就要那只那么高吼，成本就唔敢偷啊，回清啊，那么高偷肯定无法。有蛮好食无？我甲你讲啊，我一包出，第二包食食都系无啦，食食系啦，卖个老味，我甲你讲啊。三个人加买同个了啊！我牛肉看今仔卖足济啊！吃三个人加买同个，先加钱五百，免啦四百，免啦三百。来三包。你感觉好食？你加钱哦，我一包三百，两包三百，三包四百，你来三包，上面加牛肉。三包。三包。来啊，先加钱啊！这包都少你啦，五百你啦，看你要多少。三百过来。个要食牛肉干嘞无？好食你出手好啊！吼，足简单嘞。哇，伊也无啥物物件，你有感觉好食你出手啊？来个一个无？无，干啥？好呀，哎，最好是三包八百五啊。牛肉干直接卖完了，一百八。加。感谢你的到客。英语啊，英语啊，我反正我到客。英语，英语，英语。翠竹很少人家做全包，我无话就人我中包。你看老妹只讲完了三包，我旁边只人给两包的，我讲完应该是第一名啊，两包的。两包。一包多少元？两包。还两包。我老妹只讲完无两包。阿加。够两块就够了，我两包，五百一份。我够完卖十几个了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没有骗你，大家拢为着我够完拿，你当作我还骗了？这包再给你，你两百给我，相信我一次，我不会骗你两百块。你嘛是阿 K 的，一百就好了，唔好买白买一百，一百来，买一百啊，试吃啊。来一包，要一包无？要一包一包，咱去食好卖啦，好食啦。有啊。有啊，就收啊。一包来，足好食啊！我袂来骗啦。哎，我遐鲍鱼，你嘛到小小嘛，我知遐鲍鱼当然。哎，我这招牌咸酥鸡有人要食，我拢无骨嘞，两个人家拢无啊，三百五百，二啊五两包拢唔免啦，都剩两包俩，一包俩。一包。那个存车。对。最后一包一包无啊？小白。直接买个，我存只特定价，一包最好一包，一包。来，柠檬赤脚腿存一包，赶快免三包，你要我十只鸡腿，你要我一包了。来，可以啊。菜头粿一包十块，百五两包二十块，三包你要我两包，先给钱，再给一包，两包哩。两百哦。好啦好啦，存一包给送你啊，一个人给了。来啊来啊。对啊。这两只鸡也要吃，可以的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免五百，我来放啊。注意听啊，我把你提来啊，拜鬼，敢拜鬼？想骗我？我一敢拜鬼，礼拜啊！你没礼拜，你今仔提上个仓库，我哩买公司卖去，三车拢无卖，你知无？我提上边边去个仓库。
我拢下伫手啊嘛，要放咧冷冻外边嘛，规个手啊拢汤底汤破的，破两只，三只破两只，一只我给我阿爸，一只送给你啊，你记得未啊？一只我来遐给过，一只我阿爸给过。我唔知拜二啊拜三台，我来拜俄罗只鸡啊，鸡啊俄罗斯公鸡啊，我大条鸡了，我来，两个人鸡片，黄金鹿茸鸡，一只卖让你开五百，一只卖让你开四百，两个人鸡，你若有在就五百块买着只大只鸡，你嘛算厉害啊啦，好无？两个人先给钱，三百来了，三百，我在就三百块，来三百，大只哦，保证大只，我这头无你卖细只鸡哦，这等下订购做做一只要三百，好啦，我在等你啦。你也好客同伊啦，来两个拢来。是啊，真正我系老啦。介绍麦基啊，来我包起。介绍麦基啊，你无你别落个啊，五百落去啦，好不？等一下找钱，先拿准备了，拿好。你搞人要食起司鸡块，这鸡块你好食，佮加起司，一包卖三百，一包卖几啊？我先给你两百啦。拜嘞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美女，讲拜拜。这包我还没送你啦，两百来啦。两百，起司鸡块起得到钱啊？对啊。个人要食起司鸡块无？这包够你啊，两百来就好啦。美女要来啦，无来啦。不要，一百就好啦，买一包食看卖啦。一百，一百也可以啦。一包买当买啊。拿一包来。真好食，你买够两包。你那是买鸡块还无老送个鸡块？好啦，这个鸡腿袂用，我真正要休困啊！你有人要食这个鸡腿无？我是甲你讲啊，这个鸡腿甲迄个今年啊八月三十号到期啊，这全熟的鸡腿啊，这等下订购好，这即摆内底无鸡啊，我了钱鸡腿卖袂啊，一斤你啊切四十五斤两包。